清潭高中每一年伫咧高三的学生准备参加统测进行，拢会特别安排学生来为学长姐带来祝贺表演。当时学校嘛准备包高中来为考生加油。为了准备统测学生加油，清潭高中各地学生到学长姐的班级为因带来舞蹈表演甲小礼物。那利用统测前的这个礼拜啊，有一些弟学妹们他们就巡例啊办这个包高中活动。那也是他们有个心意啊，请他们谐音吃包子、糕点跟粽子啊，能够高中啊。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哦，准备这个包高中的活动，然后让学生呢，包高中呢，非常的安心。尤其呢，刚才看到各位的那个学弟妹呢的祝福呢，哇，让我真的就作为家长的人，非常的感动。这礼拜的造型是章鱼，东西是外来语谐音代表通过艺术。这个章鱼的话，就表示永不放弃，一定会成功。啊，那当然，同学们他们也有一些心意啦。啊，当然这个也有日语的学音的。啊，我听他们讲好像是，那个章鱼的日本的外来语是叫 akutopass。那 akutopass 的话就是指通过站稳脚步的意思。包高中活动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学校的传统。那今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校门口有设置一个成功门，那这是往年都没有的，而且能够借由这个活动，我们能够和学弟妹们拉近感情，也可以借由这个活动了解比较多可能关于文昌的一些习俗。这个活动学校嘛为学生准备包啊粽甲鸡卵糕，希望学生包高中录取理想的大学。记者新竹台华三中采访报道。